我还什么球？你给奶奶玩一会儿，小迷糊来，你。错，迷糊，听话，听话，迷糊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你跟姥姥玩会儿，姥姥最喜欢玩球了，奶奶最喜欢玩球了啊，行吧，迷糊蛋子，好了，三爷别叫我了，我替你叫回来，三爷行了，不能叫唤了啊，我替你叫，行，哎，三迷糊蛋子也不省心呐，啊，三爷呢，他也不给你啊。来晚了，家人们啊，欢迎大家伙，咱们点点亮，谢谢大家。啊、哦，谢谢家人们啊！待会儿可以看看我四哥今天拍的段子，可以看看我四哥的段子，家人们啊！哎，今天的段子非常招笑，非常非常的招笑，家人们啊！想看招笑段子的家人们，喜欢看招笑段子的家人们，咱们可以去看看三爷今天拍的招笑段子啊！段子看完了啊！谢谢大家，终于开播，今天晚了。因为今天三人爹实在是憋足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家人们啊，家人们拍出来一个招笑段子啊，好不容易拍出了一条招笑段子啊，家人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老铁们啊，所以今天直播晚了。四哥咬嘴唇真好看，你说谁呀？你说的是我四哥吗？你说是老四吗？是我四哥吗？哈哈哈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看肚子，看谁肚子？看谁肚子？看小迷糊肚子呀？看腐妞肚子呀？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做你的太阳，记得心里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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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腐妞肚子，我段子评论区问你开直播吗？你应该是刚问完我就开播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段子我刚发完两分钟就开播了。啊，我四哥是影帝，辛苦了老爷。啊，家人们啊，今天三元爹直播是晚了点，家人们，但是今天三元爹给大家奉献出一条招笑段子。啊，家人们，哎，咱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待会儿看一看咱们家的招笑段子。狗粮有活动吗？现在的狗粮的活动价是195米一袋，在下方小黄车第十个链接，第十个链接，狗粮195米一袋啊！你我刚问你，你就开播了，是不是？我一猜就是，因为我每天直播吧，家人们，我发完招笑段子之后，我就会开播，啊，我基本就发完招笑段子就开播了。腐妞基本上已经怀孕了，家们啊，这说实话，小腐妞已经不用去做任何的检查了，老铁们看不着，看不着吗？啊，你们想看三看腐妞的肚子，是不是吗？腐妞肚子不需要做任何的检查了，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妈，看家们啊，已经确信了，已经确定无疑了，指定是怀孕了，老铁们啊，腐妞耳朵好多了，老铁们看，还有俺家腐妞耳朵都已经好多了。啊，腐妞啊，四哥分的还挺清楚，谁是媳妇谁是妈妈，那我四哥指定的呀，那还能我能不清？你看我四哥天天迷迷糊糊的啊，老铁啊，你看四哥天天迷迷糊糊的啊，我四哥其实每天老清醒了，他知道谁是谁，知道吧？我四哥表面显得特别迷糊，其实我四哥内心特别清醒啊，你看我四哥笑得多灿烂，知道吗？啊，四哥是不是老招笑了，老铁？四哥是不是招笑？啊，四哥几个媳妇儿？拢共就俩媳妇儿，家人们，我四哥俩媳妇儿啊。我寻思有没有必要？咱们说有没有必要，家人们再给我四哥安排个媳妇儿呢？老四啊，老爷再给你找个媳妇儿行不行？老四啊，啊，再给我四哥找个媳妇儿啊？你说家们哪个网红啊，哈，哪个网红家里头养拉布拉多呀，是不是找我四哥当新郎官多好啊，家们啊，有没有哪个拉布拉多的网红啥的，他家有狗蛋子，然后呢找我四哥跟我四哥结为亲家啊，找我四哥当老公的有没有啊？那时候我四哥不就火了吗？不就又有一个人多宣传我四哥了吗？四哥大家大业完全有这个实力再找个媳妇儿啊，是不是？
再重新拍一回看看。老四啊，我有，我四哥呀，啊，老四老大虎妞行不行？你说，重新问一次我四哥，重新问一次我四哥呀，啊，四哥太实在了。牛蛋呢？狗耳朵怎么了？狗耳朵，虎妞耳朵，虎妞耳朵有点那啥嘛，有点那个耳朵有点臭啊，有耳螨了。腐女有耳螨了啊，给他检查完之后拍个16版本的，再拍个16版本的。行家们，明天的呗，行不行家们，明天的咱拍个16版本的。啊，问问老四啊，妈妈和媳妇儿是不是吵起来了，你能帮谁，是不是家们，明天问问我四哥好吧。啊，狗怀孕了能吃骨头吗？吃骨头，大骨头没事啊，吃大骨头没事，别吃鸡骨头就行。啊，别吃鸡。小明，那个球是不是让快点咬坏了？啊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什么玩意儿？完了，那抢跑了。你嘚瑟吧，你嘚瑟吧，小明花没了吧？啊？嘚瑟没了吧？让老大抢跑了吧？看看。我四哥绝对是有戏，干嘛？小明我把球给嘚瑟丢了，小牛蛋子球嘚瑟丢了。你看，家们 ，seven 就敢管老大要球 ，seven 敢管老大要东西，你看着，家们，但 seven 不敢管米糊要东西 ，seven 不老大不给，老大不给，看着，老大不给。啊，米糊家大门丢了，大门丢了，看丢了，大门丢了。怼他，咱怼他呀！怼他，你揍他！你姑娘不听话，揍姑娘，揍他！姑娘不听话，你削他！再来一次啊！你们还想看呢？就刚才那个段子，刚才那个段子里头，我四哥，那个段子里我四哥热的时候才好使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那个段子只有在我四哥热的时候才好使。你们想看什么呀？就是想看那个，问他那个媳妇儿啊，哪个是媳妇儿，哪个是妈妈？然后打仗那个，就是他俩打仗帮谁那个？是我今天拍那个段子那个吗？啊？土豆现在没有，家人们啊，想看那个呀？现在拍呀，很简单，老铁啊！你看我四哥现在这么的开心的时候，必须我四哥开心的时候才行，家人们，我四哥不开心拍不出来。啊，我四哥不开心拍不出来，啊，等会儿的啊，等会儿的家们，我给大伙拍一下子啊。哎呀，我得找肉干儿，想拍一下子那个他，我得找个肉干儿去。啊，老四才能听我的话，才能指。我四哥是无力不起早啊，你不让他，你不给他多少东西吃的话，我四哥肯定不带。这个肯定不带那啥的，不带完的，知道吧？他必须得那啥。
现在有点坏肚子，等了啊！谁拉的呀？你拉的？满地拉，太恶心了。三爷不知道吃，三爷有点吃多了，知道吧？三爷吃多了，刚才他拉卫生间了，知道吧？我闻着味儿了，我闻着味儿了，我就收拾收拾，知道吧？三爷好像有点拉肚子了，这吃东西吃多了。憋不住了，刚才还知道去卫生间，真听话。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！别叫他咬球了，你不怕他吃了呀？我没准三爷就是因为咬球咬的。啊，三爷就愿意拆东西，他拆完东西吧，他都往肚里咽，他愿意拆东西，把球给要过来。来，把球拿着，来，把球拿来，老大，三。来，三个，六个，六个，来，老大，来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来，给我来，给我来，老大听话啊，好，听话，老大，来，好了，不能演了，不能玩了，谁也不能玩球。三爷们肯定知道上卫生间啊，三爷们从小就知道上卫生间，啊，他们都知道上卫生间，咱家这些狗都知道上卫生间，他们从来不往屋里边，知道吗？啊，来。我给你们看看再看看刚才所拍的段子啊，小牛大见，小牛见，老四出来，小徐乐见，小明儿，小明进去啊，好，再来刚才的段子啊，来，快进来，进来，腐妞来，不对，不对，腐妞，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进去，老大进去啊，好，老四出来，老四出来，老四出来，好。无语。好，坐着吧，坐着吧，扶着坐着来，来坐坐坐坐坐坐，扶着坐坐坐坐，扶着坐着来，三坐这儿来，坐这儿啊，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，你们几个不许动啊，我问问你们几个啊，老四啊，来问问你，哪个是妈妈，哪个不，哪个是媳妇儿，老四，哪个是媳妇儿，三万你坐下。你坐下，你扶着队来，不许动啊！老四来问你，三你别动啊，三娃啊，你别动，我问我四哥，似乎都能听懂一样。老四来问你，哪个是媳妇儿？老四，你问我媳妇儿，不愿配合了。老四，哪个是媳妇儿？老四，媳妇儿，摸摸媳妇儿。老四，三娃，你坐下，没要你。老四，哪个是媳妇儿？老四，摸摸。老四，你摸摸你媳妇儿。老四糊涂了，老四你糊涂了，哪个是你媳妇儿？老四，
哥，那问题来了啊，妈妈和媳妇吵架，你帮谁，四哥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阿家王啊，不行啊，太梗了，太么梗了，他不听话。我跟你说，直播的时候跟拍段子的时候不一样，知道吧？拍不出那个效果来，知道吗？老四一直在暗示，就是直播和拍段子效果不一样，他拍不出来那个效果来。给四哥奖励，来，三位一个奖励，五牛一个奖励啊！咬了，刚才咬嘴唇的了，谁都不帮。老四是刚才是不是咬嘴唇的了？啊？哎，已经表现非常好了啊！就拍段子的时候吧，家们，就屋里吧，基本特别安静，知道吧？因为他们直我一直播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我在直播呢，知道吧？他们已经习惯了，就习惯性的就是不听话那种啊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干啥。你就想想吧，家们，我都直播七年了，咱家这帮狗蛋天天跟我一块直播，他们都习惯，他们都知道晚上我这个点在说话。啊，我这个点在跟好像跟谁沟通跟谁交流一样啊，所以他们特别聪明啊。你看老四家们，老四我跟你说，一直播的时候我四哥就有点犯困啊，我四哥平时不爱犯困，我一直播他就犯困啊，我一跟我四哥拍段子他就犯困，他就不听话了，知道吧？你说哪儿困，老四，你说你哪儿困，你说眼神，你说我四哥这眼神啊，你看看，你看你装一副可怜的样，老四，你看我是不让你睡觉吗，四哥啊？你看我四哥眼神啊，因为一直播老一说话，我也怀疑是不是我一说话老四就困呢？你说眼睛立马就耷拉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他的眼神立马就耷拉下去了，立马就没精神了。下播，走，下播啊，出去玩去，都下播了。不播了，你看，你看吧，我一说不播了，立马就起来了，你看不着？一说不播，立马就起来，下播，走，出去玩，立马就起来了。啊，我再说啊，老四啊，啊，四哥，你坐好了，哎，四哥呀，哎，四哥呀，老爷问你个问题，四哥啊。四哥来问你问题，一加一等于几？四哥，老四，一加一等于几？老四，你学啥了？你上学你都学啥了？四哥，啊？明月出来，是不是？我四哥立马就没精神了。我一开直播，我四哥立马没精神。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，欢迎大家伙。咱直播间好朋友想买东北粘苞米的好朋友们啊，粘苞米拍一发八磅粘苞米啊，只需29.99。四哥上学睡觉了啊，今天咱们玩什么游戏呢 ？Seven 球肯定是没了啊 ，Seven 其实一直在惦记球呢，不乐上班啊，是不是？咱们今天啊。你看见吗？我刚才我说出去玩，是不是？我四哥立马就起来了。你看我在这又磨叽半天，我四哥就明白了，我在这直播呢。你看见吗？他眼睛横着横着，你看那眼睛横着横着的瞅我呢，啊，再瞅瞅别地方，啊，再看别地方，你看横着横着的，寻事呢，在这寻事呢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一瞅就又直播上了，又没精神了，我就在这说没完。啊，腐妞怀孕了吗，老爷？腐妞怀孕了啊！家人们，给大伙统一回复一下子，我给大伙统一回复一下子，我让大伙看看人家腐妞蛋子的肚子吧，行不，家人们？啊，看腐妞蛋肚子啊！现在咱家腐妞现在已经怀孕将近30天了，家人们，还不到30天，今天多少号？今天多少号，家人们？忘了多少号了啊？我就记得今天什么9月初9，今天多少号，家人们？今天玩什么游戏？我现在还不知道，正在确定啊。腐妞肚子现在已经怀孕20多天了，23号，也就是腐妞现在已经怀孕28天了，家人们啊，28天啊，她肚子现在这种状况啊，有的人就是看不出来小腐妞肚子有什么变化，是吧？看不出来肚子有什么变化
啊，但是腐牛真正儿八经真是怀孕了，家人们啊，然后呢，预产期是11月25号，家人们啊，大家伙可以预约一下子咱们家11月25号左右的直播，到时候来咱直播间看腐牛生孩子，啊，老爷一直播，狗就思考我生，腐牛要当妈妈了，肚子明显鼓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总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天天看腐牛，我看不出什么变化来，就包括这个时候。啊，20天之前什么样我都忘了，因为我天天看他，啊，我，三起来，你别等怼过腐牛啊，腐牛耳朵上药了，我天天看腐牛，所以我看不出来，啊，我会看出了，别怀孕期间被老四家暴了，你放心吧，指定不可能，老铁，指定不可能被我四哥家暴，我四哥是那种人吗？啊，我四哥都认识他媳妇是谁，老四都认识他媳妇他是谁，老四还能对他媳妇家暴？绝对不可能，家人们啊，他肯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狗啊，怀孕这个味儿啊，狗肯定能闻出来，你信不信，家人们？啊，他没怀孕的时候应该没啥事儿，他闻不出来那个味儿，知道吧？就像狗发情一样，家人们。老四，家人们，咱就说吧，那老四怎么知道腐牛发情了呢？家人们，你们说老四，你说老四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？是不是我四哥怎么知道腐牛发情了呢？我四哥怎么知道爬腐牛呢？呀，他怎么知道爬呢？他肯定是有味儿，知道吧？那现在咋不爬呢？他同样都是母狗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发情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回事呢？就我跟你说，母狗怀孕的时候才能闻出来，啥味儿？烧烤味儿啊，火星的味儿，火药味儿。你告诉他，我也没告诉他呀，啊？你缺心眼儿问这样的问题，深海鱼油效果好不好？深海鱼油效果不错啊，老铁们啊，你们可以拍的啊，鱼油拍一发两瓶啊，就是腐妞啊，她怀孕期间老四不可能咬她，她不可能家暴，老铁们，她不可能家暴，她能闻出来腐妞有怀孕这个味儿，就这帮狗都能闻出来，你看老大爷能闻出来 ，Seven 能闻出来，哎，腐妞发情期间你没发现吗？家们 ，Seven 会怼她。呀，这腐牛怎么还哭了呢？啊？呀，腐牛啊，你咋了，腐牛？别动，老师，你别动他，你别动他，腐牛，你怎么的了？呀，这腐牛怎么生气？这怎么伤心了呢？腐牛，你咋了，腐牛啊？怎么又挤的？怎么又滴得出来呢？那一滴，哎呦我操！这是又咋的了，腐妞儿？啊？完了，怀孕了不舒服，真哭了。啊？这不是假的吧？啊？这怎么哭了呢？没事啊，你说家暴了，家谁家谁提家暴了？别提家暴的事儿啊，家人们，你一提家暴的事儿，腐牛想起以前的事来了，不好，他都后悔嫁给老四了。哎呦，又淌了一滴眼泪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腐牛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老爷摸摸，老爷摸摸啊，别提家暴的事儿啊，家人们啊，老四不可能家暴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啊。可能腐牛怀孕期间。情欲波动大，头一次看见狗哭，真会哭啊！不提了，不提了啊，家人们啊！你一提原先那些事儿，腐妞有点后悔嫁给老四了，家人们。本身我家腐妞就忘了，你一提家暴的事儿，我一再一说家暴这个事儿，腐妞突然想到了老四咬他的时候，啊，家人们，这哪能行啊？这哪能行啊？嗯、啊，嗯、啊，别哭了啊，腐妞。你这狗会哭，它是真哭吗，家人们？啊，不高兴了，都不乐意，让你摸了。老四也知道吧？老四也好像也知道，腐牛哭了。老四啊，你媳妇哭了。你干啥？你还能蹦出来呀？好好哄哄他吧，狗不可能撞。
虎妞，我这来啊，你坐在你躺着，我摸摸虎妞啊，摸摸虎妞蛋子啊，好宝啊啊。啊在这面直播的，我整那面去了。做好了，卡了吧？是不是？行了，谁也别吵吵了啊！好了，刚才一下他三万喷我手机上了，喷我手机上了，然后卡那头去了，卡掉了啊！回来了，大颗落泪，真是见了头一回。我感觉刚才抚妞好像也像是那种真哭了，好通人性啊，啊，妞妞爱你，啊，什么游戏不知道，家人们，我今天我也不知道玩什么游戏，家人们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因为玩空了，游戏我也玩空了，我也不知道玩什么游戏，你们想看什么游戏，我家人们，啊，家人们，这你们想看什么游戏，就大家伙见着别人家的狗玩过什么游戏，你跟三兄弟透露一下子，是不是？给三兄弟一个灵感，让咱那狗大的也玩，是不是？就别玩以前玩过的了。这玩新的，是不是家吧？你们想看什么游戏，让我四哥玩，好不好？啊，别让人生了。妞妞受家暴了没有？没有，家们，刚才只是提了一嘴，没受家暴。就是大家伙刚才大家伙说，抚妞现在怀孕期间，别让老四给家暴了。我说不能家暴，他不能打他。紧接着抚妞就淌眼泪了。啊，深海鱼游一天吃几粒？上面有说明，老铁。啊，你按对号入座就可以。你看你家狗多重，你对号入座就行。啊，救我呀！关键他们不可能救啊！啊，塞你，抚妞，你说这抚妞，说实话，他经历的挺多，老铁们，俺家抚妞大呢。啊，来咱们家到现在也没享过福，说实话。虎妞，来咱2021年来咱们家也没享过福啊，啊，来从来咱家那天开始就受排斥。2021年来咱家第一天的时候就受排斥，这帮狗蛋就开始排斥他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直到现在，家人们，你知道虎妞受过什么伤吗？老铁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虎妞受什么伤？我跟你说，虎妞头受过伤，有谁记得家吗？虎妞头受过伤，老四给咬的，啊，家人们，虎妞的腿受过伤，到现在这个腿都不会打弯，这个脚，看家人们，这边好像增生了似的，看家人们，这个脚，他的脚，因为他的脚不会回弯，知道吧？你看他的脚垫都是偏的，长得偏，看家人们，这个、脚使不上劲儿，他的脚使不上劲儿，不会回弯，啊，脚伤，这。当时缝了那十多针啊，这块啊，脚伤，这个脚是好的。你看好脚的脚垫什么样的？看家人们，特别圆润，特别鼓啊。你看这废脚这个脚垫什么样的？能看出来，这一看这个脚就有问题，看见吗？你看这个脚垫，家人们，特别圆润，是不是？特别圆润，你看这脚垫啊，你说这个脚垫就不成形，你看乱七八糟的，歪七八扭的，是不是？而且这两边还增生了，你看家人们长出来了，它使不上劲儿啊。他这个脚垫应该是没啥感觉，知道吧？没啥感觉，可能都不知道疼。下单藏药宝了，明天就能发货。藏药宝啊，家人们，明天发货啊！玻璃对，玻璃滑的，啊，也没享过啥福。然后咱家这帮狗蛋子，现在我感觉抚妞，你看抚妞在那摆 pose 呢，你看看，在咱说抚妞呢，抚妞在摆 pose 呢，啊，拍照啊，抚妞一，啊，抚妞拍照啊。现在咱家这些狗啊，家们，咱家 seven 呢，老大呀，小迷糊虎妞啊，老四啊，小石榴，他们几个都接纳虎妞了，家们，你没发现吗？现在他们就不像原先似的了，家们，咬虎妞，现在不咬了，啊，因为怎么事儿，家们？因为俺家虎妞怀上老四的孩子，啊，因为咱家这帮狗蛋子吧，从虎妞身上能闻着他们自己身上的味儿，能闻着 seven 知道这个味儿什么味儿，知道家们？因为咱家这些所有的狗子都跟 seven 有关系，就包括小石榴，家们。知道吧？小石榴是 Seven 的儿媳妇儿，啊，老四是 Seven 的儿子，老大是 Seven 的姑娘，小明是 Seven 的孙子，家人们啊，现在这个新儿媳妇儿啊 ，Seven 也接受了，啊，也就老四咬，现在老四也不可能咬了，家人们，现在我俺家虎妞现在已经怀上我四哥的种了，家人们已经怀上了，
他咬他干啥呀？那都是一家人了，那生出来孩子都是自己家那个味儿，这自己家味儿能闻出来，小家们你说奇怪不？ Seven 知道他儿子什么味儿，他知道什么他姑娘什么味儿啊，他孙子什么味儿 Seven 也知道，能闻出来，这已经是一家人了，其乐融融的一家人，知道他不可能有。老爷多给抚牛点温暖，反正还是看住了吧。哎，他不可能咬，老铁们你们放心吧，他要咬的话，如果我家们我在直播间给你们做保票啊，如果老四有一天在怀孕期间啊，他能咬抚妞的话，家们我把脑瓜子给我四哥，让我四哥咬啊，老铁我使劲撩死我四哥，我把脑瓜子冲往我四哥怀里一放，让我四哥一顿啃，行吧家们，肯定没事儿。你家有点乱呢，有点乱，哪乱哪乱哪乱，我家哪乱了，哪也不乱，家们咱哪也不乱，就除了小明家里都有点乱，小明家里都有点乱，哪也不乱啊，因为俺家小明吧特别窝囊，知道家吗？啊，什么？我谁别提小明话，谁也别提小明话，提小明就不高兴，提小明小明就不高兴啊，家们谁也别提小明话，小明家的乱乱也不能提啊，啊不提不提你家啊，小明这狗蛋的事儿太多啊，家们这狗蛋惹不起啊，惹不起了，你说他了，听出好赖话了，不乐意了，这狗蛋子不乐意了，一下子你说啥，你刚说什么玩意儿，他刚才说什么玩意儿，谁能替我翻一下子，家吗？刚小明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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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你妈什么玩意儿，唱什么，行了，三位，你听我听小明说啥？你说什么，明儿？什么？三位，你别吱声，我看小明说啥，你再说一遍。老爷，别低下说我坏话啊！又叫我没完，三月的叫我没完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直播，他骂是骂我了吗，俏里蛙呀，他骂我了，小明我告诉你哦，你就再骂我真打你，操傻了吧唧，那傻狗，什么？再骂我就削你。咱玩游戏啊，咱玩游戏，好，不闹了，不闹了啊，咱该玩游戏了啊，咱不能在这儿。哎呀，行了，能闭嘴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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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这手，塞吧，你看我这狗这猫给挠的，你看到现在没好呢。你看我这手，那猫蛋子挠的，到现在没好呢。人狗大战，玉米收到了，很好吃，必须好吃，老铁们，玉米嘎嘎好吃。家人们，你没发现吗？咱家东北黏玉米全都是好评，没有差评，谁也没说在直播间说玉米不好吃的。家人们，
知道吧？想买玉米的好朋友，咱拍的东北黏玉米，嘎嘎好吃。老铁，你放心拍吧。啊，这个玉米收到货如果不好吃的话，以后再也不要买我家东西，老铁们。啊，玉米不好吃的话，以后再也不用买我家东西。啊，家人们，你放心拍就完了。咱家玉米杠杠的，杠杠好。啊，东北话就杠杠的。我的玉米也收到了，一口气吃了两根，好吃极了，是不是家人们？玉米非常好吃。啊。我家玉米不好吃的话，你都可以取关我，老铁，知道吧？啊，取关我以后再也不要买我东西了。啊，刚刚好吃，放心拍就完了，家人们。咱家黏苞米是咱正儿八经的东北牡丹江特产，老铁们，牡丹江的黏玉米啊，咱牡丹江的特产啊。为啥关迷糊母子俩？因为刚才不是那啥嘛，刚才是为啥呢？刚才拍段子了吗？刚才大伙想要演绎一下子，就是刚才今天晚上我四哥拍那个段子，演绎一下子。知道吧，紧接着把他们就给关起来了啊！我一会儿就给他们放出来。我寻思玩什么游戏，知道家们，咱直播间了好吧，但是我替三爷爹一块，咱们一块儿想一想，明天就能发货，对家们，棉苞米明天就能发货，玉米看玉米一看就好吃啊，玉米明天就能发货啊，老铁们，今天拍明天早上就能发啊，甜不甜呀？哎呀老铁你放心吧，啊，一点甜蜜素没有，正常的甜，正常的甜就是黏糯甜，家们啊，肯定是甜的啊，但不是那种放甜蜜素那个甜，家人们啊，放甜蜜素那太甜了，知道吗？咱家就是玉米的甜味儿啊，老铁们啊，指定是甜，比正常玉米好吃多了啊。把他们娘俩都放出来吧。等会儿，老铁你别着急，家人们你们先别着急，我现在我想想咱玩点什么玩意儿，是不是？就比如咱之前在直播间总玩的跑步机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独木桥，是不是？咱比赛抢零食也行呀，咱比赛抢零食也行，把两个狗蛋子放一块儿，中间放一个肉干，我数一二三，看谁吃的快也行，是不是？咱玩这个也行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家人们，咱们再玩什么东西？拍了，看腐妞，然后呢，或者玩那个，之前这玩过了，深水炸弹，咱现在玩不了。深水炸弹的话，现在天凉，知道吧？天凉，别玩那个游戏了。啊，玉米炖个大，我跟你说，咱家这玉米炖大丰收白瞎了，老铁们，我跟你说，咱家这个玉米你炖大丰收白瞎了，真的，你就吃就完事了，别炖大丰收。你炖大丰收吧，你买那个你们正常当地那种玉米吃，啊，家人们，啊，这玉米真是炖大丰收白瞎了，啊，把他们关起来。老爷指挥 Seven 放狗，我指挥 Seven 放狗啊，还不前两天玩那个吗？这不也是前两天玩那个吗？昨天咱们带 Seven 玩什么？昨天带 Seven 玩的跳圈，是不是？跳圈，我操，想跳圈啊？这怎么我一说跳圈都起来了呢？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感谢家人们啊，想拍玉米的话，你们拍点玉米吧，家人们啊。这玉米这么火了吗，家人们？我都不介绍了，玉米。你们家人们，你没发现吗？这不管啥东西啊，老铁们，不管啥玩意儿，就是他一有人拍这个东西，他就一个劲儿都有人拍。他如果没人拍，他一个劲儿就没人拍。你不管这个东西有多好，他没人拍。只要东西一有人拍，他就愿意有人拍，知道吧？黏玉米好吃，家人们，明天就能发货。东北正儿八经东北黏玉米。啊，咱东北特产，啊，玉米太好吃了！你看全是好评，咱玉米全都是好评，你们可以看看评论，家们啊，你们可以看看评论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！教老四玩一个谦让，让我四哥玩一个谦让啊！来，咱来个大合唱吧，兄弟们，我先来个大合唱，三，您别吵着！哎呀，哎呀！你先坐下，那好长时间不来大合唱了啊！行了行了，闭嘴闭嘴，来个大合唱。行了行了，闭嘴。有请小迷糊、四迷糊、小石榴蛋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三，你先别吵吵了行不行啊，三吧，你别叭叭了啊。
哎，来个大合唱，老铁啊！粘玉米啪一发八棒，刚刚好吃，老铁们。大合唱的主角是谁？知道吗？来，我让三元进个笼子里头啊！我让先三元进去，来三金这里，三金这里，小明出来，谁这出来？来，三金去，三金去，三金去，谁出来？谁出来？来，你玉米明天就能发货，老铁们啊！玉米，咱家东北粘玉米明天就可以发货了啊！妞也唱，妞也唱。咱腐牛也唱，来 ，OK OK， 腐牛也唱，来，那正好了吗？这不是，那这不正好了吗？腐牛也唱，小迷糊也唱，石瑞也唱，老四也唱，啊？妞会唱不？妞会唱，会唱，必须的啊！咱来个大合唱，来个大合唱的话，让我们咱就唱的，让我们荡起双桨呗，行不行？家们，我们家的狗大合唱的话，你们可以录一下屏，老铁们。让他们几个坐好了啊！有这些毛孩子们陪伴，一天也不会孤单。来，你们可以录下屏啊！来，老四这儿来，老这儿，好。哎，小明站在这儿来，小明啊，你们是啊？对，你们小明，你俩是高音啊。明儿，你看你俩是高音，明儿在这儿，明儿坐上面。不行，这不行，来，坐这儿来，小明坐这儿，石头，坐这儿来，啊！别动！好啊，家人们，老师，你们是高音，哎，不行，那怎么感觉？好了。老师在这儿看着啊，空间有限。好啊，粘苞米拍一发八棒，家们嘎嘎好吃，咱正儿八经东北粘苞米，今天拍明天发货啊！来大合唱啊！来，咱们来个大合唱。这几个字我都不能说，一说就唱，你看着啊，来，坐好了，我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啊，我先开头第一句咱们再唱啊，来，让我们搜一下子啊，必须搜一下子。哎，操！啊，换首歌。家人们，你没发现吗？我一说让我们荡起双桨，他们就开始唱。我跟你说，是因为怎么事，家人们？他们唱习惯了，知道吧？我总让他们几个唱，他们唱习惯了。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拍没拍？你们录没录屏？录没录屏？家人们啊？感谢我姐姐送来的礼物，感谢俺家三元家腐妞啊，谢谢姐姐送来的礼物，腐妞表现得特别好，
啊，抚顺给再给抚顺一个奖励，哎呀事儿呢啊，啊，再给老四个奖励，太卖力了啊，太卖力了啊！感谢九月姐姐，谢谢九月姐姐，谢谢家们送的礼物啊，录了是不是家们？录了，粘玉米家们啊，潘姨发粑粑，喜欢吃粘玉米的家们，咱们可以拍的粘苞米吃，啊家们，三元爹咱家这个粘苞米嘎嘎好吃了，铁们喜欢吃粘的，东北特产粘苞米。家人们，这个粘苞米如果收到货不好吃的话，你给我取关。家人们啊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以后再也不要买我家东西。老铁们啊，嘎嘎好吃，你们放心拍就完了。家人们，这个粘苞米真是特别好吃啊，又甜又粘又糯。啊，家人们，而且是大棒的，不是小棒的，一棒300克以上。家人们，每一棒都是300克以上啊。家人们，长度是17-18厘米，16-17厘米。啊，17厘米左右都是大棒的，没有小棒的，不像别人家给你发这么点一个啊，这么长一个一拃长的啊，给你发粑粑，不是那个老铁啊，咱这至少得一拃，知道吗？这么长，17-18厘米啊，一大拃，知道吧？发大棒的，啊，再唱一首，让明天会更好吧。人将敲声催碎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是这个吗？啊，不对，这是让明天会更好吗？哎，那在希望的，这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吗？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。这首歌他们愿意那个啥，肯定会愿意唱，知道吧？因为这首歌调比较高。这首歌一看调就起高了，他们愿意唱，你得喊起来，家人们，狗蛋得喊起来。我跟你说，大合唱这个东西，只要有一个狗唱了，老师咋的了？老师，你咋又咋的了？四哥，你怎么的了？老师，嘴巴淌哈喇子，难受了吧？啊？难道小石榴蛋子又发情了？啊？老师又来脾气，老师生病了吧？你说为什么我四哥会平白无故的流哈喇子呢？家人们，小石榴也没发情，是不是？以前的话，小石榴发情的话，老四一闻着小石榴容易淌哈喇子，吃山楂了吗？四哥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他突然就淌哈喇子了。必须有领唱的，啊，哎，肯定肠胃不好，发完了。每日狗出来表演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你们发的这个段子肯定会有上热门的，家人们，而且这个播放量肯定都会在10万到100万以上，老铁们，你们信不信？因为有好多人现在就是没收到咱们家直播室通知的。说家人们，没收到咱们家直播通知的，他们都你就是你们，就是冷不丁发这么一个段子的话，肯定能达到上百万、几十万播放量，知道吧？而且都会涨粉，而且都会涨粉丝，知道吧？大家伙拍段子，要你们要录屏吧，挑有意思的发，没有意思的你们不要发了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我看有好多朋友录咱家屏的，一录好长了，特别长，像那么长的视频，你不要发，没有意义，也没人愿意看。他也看不完，知道吧？就是要完整视频点击率的完整度低，知道吧？有的人看一半就不看了，知道吧？视频的最佳时间就放一个2分钟左右的视频是最佳的，知道吧？当然越短点击率越高啊，完播率它就越高，它就愿意上热门。啊，对，你得录那个精髓，录有意思的片段才有人愿意看。没有意思，你录完之后反倒是你感觉反感，太长了，不愿意看了，家们，全是废话，是不是家们啊？哎，一样，家们，你看三兄弟为什么直播的时候就有愿意看呢？回放为啥没人看呢？回放就愿意快进看，对家们，把那些废话没有用的东西全省略到，啊，
所以大家伙在直播间再好朋友再有录咱家录屏的家人们啊，你们挑有意思的发，没意思的就别发了啊，没意思吧，你没发现吗？你发上千条评论你都不涨粉，你发一万条，你发一万条视频它也不涨粉，为啥家人们？因为发的视频不愿意给人不愿意看啊。再来一次啊，还唱一次啊，那再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，在希望啊，在我们的家乡，在希望的田野上，容易侵权，侵啥权呢？你录屏没事儿，侵不了权，你侵权侵的是我的权，我也没权，是不是？你侵权的话，侵的是我的权，我也没权呢，我有啥权呢？再来一次啊！还想听什么歌，家人们？让在希望的田野上吧，行吧？再来一首，来。来，老四，老四，来，老四，来。来个摇滚吧，啊？摇滚不是这个摇滚啊，来点轻柔一点的啊，咱来一首啊，青藏高原吧，兄弟们啊，给大伙来一首青藏高原吧，东北粘苞米拍一发八棒，家人们想吃粘苞米的好，我再给拍点粘苞米啊，粘苞米拍一发八棒啊，都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咱来一首青藏高原，行不行？听不听青藏高原？那就是青藏。太费劲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家人们，唱歌有助于胎儿发育，那个他们现在不适合唱这玩意儿，家人们啊，就是他们适合开播的时候唱第一句，开播的时候就是
就一天适合唱一首，唱第二遍就不好听了，不好唱了啊，唱第二遍不好唱了，拉倒吧，不让唱了，太费嗓子了，整得我嗓子都废了。哎，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，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，每天太欢乐了。感谢我姐啊，感谢一号麦姐姐送来的大烟花啊，谢谢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那么狗教的这么听话，拍了两袋玉米，感谢家人们支持，年玉嘎好吃，家人们，咱们家年苞米嘎好吃，喜欢吃年苞米的，咱家东北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啊，东北牡丹江就这个玉米老好吃了，家人们，一个是大米，一个是玉米，年玉米，家人们啊，放心拍就完了啊。哎呀，咱们带狗蛋蛋玩点什么游戏呢？这个，我操！哎，这谁找出来的？哎，这个东西是给谁用的，家人们？这个东西是给皮蛋子用的吧？啊，家人们，你们还记不记得皮蛋子了？有多少人还记得皮蛋子，家人们？有多少人记得皮蛋子？这个东西是给皮蛋子用的吧？啊？记得啊，哎，我哎，你说小皮蛋用这玩意儿，小迷糊蛋子能不能用上呢？这谁找出来的？皮蛋去哪儿了？皮蛋上小姨家了，上小姨家了，小姨家了啊！我没有小姨，来，等会儿呢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进去，小迷糊看看来，小迷糊进去，这个能不能给小迷糊用啊？这个，这谁给找出来的？这么听话，谁呀？我小迷糊能不能用？迷糊。你趴着，我看这个东西能不能用，以后有这个东西就不用缠胶带了，迷糊啊，我看看行不行，能用的话就给你用上，不能用就拉倒，那就撇了，不要了，行不行啊，迷糊啊，好，哎呀，这小迷糊能不能用这个？没错，换了，我看侧面，迷糊，你出来！我看侧面。这不挺好看的吗，迷糊？这不挺好看的吗？正好吗？这不是，迷糊，是不是正好的家吗？看看。太小了，老五适合戴。迷糊，迷糊，小迷糊蛋蛋儿啊！你看，老大，老大什么？老大看迷糊。
老实呢。哎，你别说老小迷糊，家人们，你知道为什么小迷糊一戴上嘴套，为什么就老实呢？往这一站着一动不动呢？你说为啥呢？啊？你这狗蛋可淘了哈，家人们，就是他没戴嘴套之前，他哪都能去，对吧？他的脾气也不好。你说为什么戴上嘴套之后他就老实了呢？你说，就感觉好像这个狗蛋子被点穴一样，啊，就好像身体好像被就定住一样，就一下子摁住了他那个家人们命脉，啊，一下子就失去了活力，就好像那个机器狗、电子狗没有电一样，啊，怂了，迷糊害怕，不知道这是何方神圣。啊，迷糊跟老爷学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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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大鹅怎么叫唤？迷糊大鹅怎么叫？大鹅怎么叫唤？大鹅，我估计啊，小迷糊会一直在这地方站着。我感觉，我怎么感觉小迷糊会一直在这站着呢？不能啊，他不能干净，他俩干不了。迷糊来，迷糊来，出来，迷糊来，自己能拿下来，他自己能拿下来，看着。不紧，老铁们，其实一点都不紧。小迷糊他自己能拿下来，拿来，迷糊来，给我。好了啊，迷糊这个蛋给你留着啊，再给迷糊留着啊。曾经俺家皮蛋子的嘴套，家人们。今天竟然能戴在小迷糊蛋的身上，啊，家们，曾经皮蛋的嘴套竟然能戴在小迷糊蛋身上，啊，补偿补偿小迷糊啊，我还能给补偿迷糊补偿啥呢？咱玩会游戏吧，家们，啊，玩会游戏吧，跳高、蹦高、蹦远，救主啊，救主人呐！救主人他们不救我，自己没法整了，挺知道吧，我自己没法整，挺费劲。如果有人给我拿手机还行，扔了吧。啊，沐浴露断货了，家人们，沐浴露断货了，现在有幼犬的，取掉沐浴露拍一发两瓶，有幼犬的啊，别的没有，知道家人们，取沐浴露在那个下方小黄车第46号链接，家人们，在第46号链接拍一发两瓶啊，家们，就幼犬的了，就剩幼犬的了。这个幼犬沐浴露，你们大狗能用，家们，就你们家是大狗、成年狗的话都能用，家们啊。小狗沐浴露，小狗不能用大狗的，但是大狗用小狗的没事儿，明白家们啊？所以你们想买沐浴露的，你们可以拍的这个啊，补偿补偿再玩。那行，我先拿零食去啊，我先拿零食去啊。大狗用小狗的沐浴露不行，家们啊。因为大狗的沐浴露有的有刺激性，知道吧，大妈？但是你们家大狗用小狗的沐浴露没事儿，你用吧，家们啊，就剩幼犬的了，49.9块两瓶，跳高吧，跳高没有那胶带。我们的小
来，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，给奖励，给粉牛奖励，小迷糊蛋子，给小迷糊蛋奖励啊，迷糊，你们也要啊？啊？万维啥啥的，肯定的呀，家人们，肯定的呀，肯定的呀，因为啥呀，家人们？因为老大是万万的妈妈呀，老大你好。再一个，三万一个，啊，再给小明一个，啊，老四，老四，你，行了行了，一人奖励一个得了，啊，你也要啊，要不要？你也要一个，啊，毛蛋儿，你也想要一个，啊？啊，你也想要一个？哎，哎，你也想要一个？来，猫蛋儿，哎，哎呦我靠，哎呦我靠，吓我一跳，让我抓着了吧？不敢伸手了吧？还敢伸手吗？来，我还敢不敢伸手了？来，过来，他不能吃，完吃不吃？一会儿挠你了，给你一个包子，坐。老大的闺女指定长得像老大，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她长得为啥不像小迷糊呢？啊，老大的闺女为什么长得不像小迷糊呢？因为小迷糊是老大的，哎，小迷糊和万万谁？小迷糊是万万的哥哥，四嫂子怀孕了，家人们啊，我给四嫂子喂营养膏了。给四嫂喂个营养膏，四嫂子来，嫂子，坐好了啊，坐好了，咱给四嫂子喂个营养膏吃啊，等会儿，别吃太多了啊，行了，没有了，这个名字给他留着，过两天营养膏到货了我再给你们吃啊，现在这两天家没有营养膏了，是啊，你们先别吃了，这个留给明天腐妞吃，因为腐妞怀宝宝了啊，咱们必须得把好吃的留给腐妞，好不好？老四，老四可听话了啊，四哥可听话了，四哥可知道让着媳妇了，是不是？四哥，腐妞要补充营养啊，四嫂子不吃饭，嗯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是的，是真真听话啊，好宝啊，他也要好吃的，老师管我要东西呢，看着
我才管要呢，啊，嗯，好好好，嗯嗯，老大你也想要，你也想要啊，啊，嗯。你干啥呀，裁判？你也想要啊？没有了，裁判。啊，咱俩过两天米养刚到了，肯定给你吃，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，啊，都有份儿。他小米又大的也有份儿啊。哎，老抚宁也有份儿，抚宁有份儿，小米又大也有份儿啊啊。死了有份儿，死了有份儿啊！欢迎大家伙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儿啊！过来来，过来来啊！嗯，猫粮两个月的小猫能吃吗？猫粮的话，两个月小猫能吃啊，家人们啊！猫粮的话，两个小猫的干啥呀，家人们？你看看，咱们家花卷子和包子，哎呀，吃的是第39号链接的猫粮，第39号链接买猫粮赠送罐头。我真是不知道玩什么游戏了，现在啊！我刚才说玩什么来着？啊！马上好，马上拍。Seven 是怀孕了吗？胖了好多。Seven 没怀孕 ，Seven 以后也不可能怀孕，家人们啊！干啥呢？迷糊啊 ！Seven 也不能怀孕，我不让 Seven 怀孕，不让 Seven 生了啊，家人们。啊，你倒下看下狗狗是什么反应。我倒下不好使，没人拿手机。啊，有人拿手机就好了。一拍，感谢支持啊，明天就能发货。咱们来个抢零食吧，兄弟们，咱来个抢零食。啊，看两个狗子谁吃得快，行吗？哎，你有手机支架呀？哎，手机支架的话也不行啊。狗狗来回跑的话，你们都看不见。这左右跑的话，来回跑都看不见。我想一下子，想办法让老四和小牛他俩分开。啊，想办法让老四和小牛分开。咱们这个零小零食，咱们测试一下狗蛋子的，测试一下什么呢？咱们又打架了。对，不能玩这游戏。我想起来，家人们，玩这游戏容易打架。24号链接猫粮啥区别？24号链接猫粮是无骨的啊，那是无骨的啊。那个猫粮还比这个猫粮贵一点啊。那是无骨猫粮，一滴三斤的啊，三斤的。那个没有赠品，这个有赠品啊。玩一次打一架，找零食也玩过了呀，找零食，咱们再玩一个跟零食有关系的游戏。其实我想玩一个什么游戏，家们，我明天我整个大纸盒子，知道吧？整个大纸盒子，然后呢，你倒地上，这游戏可以玩。倒地上，我试一下子吧，行吧，试一下子啊。来，再试一下子，来，走，试一下子，来。还得进笼子，这游戏还得进笼子。我家们，今天我手里不拿零食，行吗？家们，平时三元店手里拿零食，今天我不拿零食，行吗？看他们有什么反应，行吗？家们，来吧，进去吧。平时我手里都有零食啊，今天不放零食了啊。来，
小明进来，小明进来。对，小明不太情愿进去。进去，米花，进去去。好了，平时有零食，今天我不放零食了。伏牛进来。小明，你别叫唤了啊，好不好？你听话，你们几个都叫唤。加上秘书啊，喜欢吃秘书的秘书，16.93三斤啊，16.93三斤秘书。16.93三斤秘书，有想买秘书的好吗？咱可以拍拍秘书吃啊。来，骂人了，地上太凉了吧？地上不凉，家人们，今天刚洗了地热。我家这个房子吧，今天刚洗了地热，还行吧？我把手机转过来，从这边，我就能看见了。这边是广角，这么直播。咱说三月像啥啊？你没发现这个游戏玩完之后三月像那个打劫的吗？啊，他像那个打劫的，你没发现吗？家吗啊，我倒下之后他一直在我兜里翻东西，他像那个抢劫的啊。我兜现在啥也没有，空兜，是不是？这里边有个手机，啊，空兜。嗯，下一个，看下一个，啊。秘书，家们，秘书是16.9，三斤秘书，家们特别好吃啊，特别甜，老铁们，咱家这个秘书就一个，有一点不好像，就是太甜了啊。如果你们不能吃甜的话，你们不要拍了啊，家们，能吃甜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拍这个秘书，不能吃甜的不要拍了啊。回家自己上空气炸锅，190度，30分钟就可以，190度，30分钟可以啊。好了，再进来，再进来。小金，进，小明出来，小明试试来，是小明啊，是小明什么反应？不太安全。腐妞怀了几个宝宝？现在不知道啊，家们，现在不知道。要不咱们明天带腐妞去做检查去吧？我看咱直播间好多朋友都想知道腐妞到底怀了几个宝宝，是不是？啊？
来看小迷糊啊。小明，我喝多了，我晕倒了，你不救我，你还咬我。回家，给我回去。回去，明儿回去，去回去。我亲你口能怎么的？明儿我亲你口能怎么的？下一个。别，你假装躺下别动。这回假装躺下别动啊，这回照石头家吧，行。张十六，我躺下不动这回啊！来，小明进去，小明进去，行，石头出来，石头出来，石头出来，来，好啊！蜜薯，家们啊，想吃蜜薯的好朋友们，16.9，家们，16.9发3斤蜜薯，不能吃甜的人不要拍，家们，因为蜜薯蒸完之后，咱这个蜜薯烤完之后太甜，啊，家们。啊，因为咱这是正儿八经的东北蜜薯，这正儿八经的蜜薯家嘛啊，想拍的可以拍的啊，不能吃甜的人不要拍啊。咱家蜜薯全都是好，有狗证吗？有狗证吗？有足疫证，老铁，有足疫证，没有狗证啊？狗证有啥用啊？俺牡丹江都没有办这个，你都没有办狗证的窗口，来，快来。石榴来，石榴来，别跑了，石榴来，石榴来，你拍一，石榴来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两个小孩做游戏，来，石榴来，你拍二，我拍二，两个小孩丢手绢，你拍三，我拍三，咱。
雨雪发了，你别管我，你别管我去。哎，小石榴有意思吧？啊，小石榴给我做了一个狗公呼吸，兄弟们，哎，小石榴给我做了一个狗公呼吸，啊，小石榴聪明哈，兄弟们啊，石榴蛋子嘎嘎聪明，石榴蛋嘎嘎聪明，欢迎大家伙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有请下一位选手家们，喜欢吃东北粘苞米的家们啊，待会我可以拍一下咱东北粘苞米，东北粘苞米全部都是新日期的啊，家们，咱那都是好评。来，石榴来，哎呀，没给小石榴奖励吃是吧？我给小石榴吃个奖励啊，老小明刚才没给奖励是不是？粘苞米今天拍，明天发货，家们啊，咱这是正儿八经的东北粘苞米，不能吃粘的。啊，家们啊，不能吃粘人，不要拍啊，家们啊，粘苞米特别好吃，今天拍明天就能发货了，铁们啊，一共是发八磅，每一磅都是300克以上，家们，每一磅都是300克以上，家们，一共是八磅啊，长度大概17厘米左右，17厘米，拍了一袋粘苞米，感谢家们，特别好吃，放心拍就完了啊。接下来有请我家老大，接下来有请我们家老大 ，Seven 表演完了。小迷糊表演完了是不是啊，石榴来，石榴来，玉米老好吃了，家们啊，待会儿如果没拍过咱苞米的话，你们拍一单啊，家们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家们啊，咱可以无理由申请退款的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以后再也不要买我家东西，家们啊，咱都有运费险啊，来，石榴姐，石榴姐，来，老大，老大出来，老大出来，老大，老大出来，老大出来，来看老大什么反应啊。哎呀，别叫唤了啊！等会儿的，挨个来，咱们挨个来啊！咱们挨个来，别着急。猫粮多少钱一袋？一袋几斤？咱们家猫咪一直吃的猫粮是咱们家下方小黄车的，是第39号链接，猫粮45块钱一袋，买一袋猫粮赠送两罐猫罐头啊！老大来。来，老大，老大，咱坐好了，咱坐好了，老大，老大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两个小孩做游戏，你拍二，我拍二，哎呀，老大，哎呀，老爷痔疮犯了，
没啥反应啊，家人们，小老大，啊，习惯了，习惯了，没啥反应了，家人们。接下来欢迎我四哥吧，啊，接下来欢迎我四哥吧，看我四哥什么反应吧，啊，看我四哥有没有反应啊，欢迎四哥吧，行吗？给老大一个奖励来。来来，有奖励来！老大进来，老大进来。Seven 像个强盗啊！啊！粘玉米八磅啊，家人们，今天拍，明天就能发货。喜欢吃玉米的啊，想吃粘苞米的好朋友们，咱们可以拍一单啊！来，老四来。老四哥来，四哥，坐好了。四哥，坐里面，四哥坐里面，来，四哥，坐里面。啊，四哥，你拍一，你拍一，我拍一。来，老四来，站站站，老四，我操，这坐起来，坐起来，你别走这么满。老四，你看这这么满了，坐起走走。你拍一。你不拍了。走，坐起来，你听话，握手。你拍一，你看看，你咋这么懒呢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，牛二老四？啊？完了！哎呀，高血压犯了。老师救我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快来救我，老师，老师救我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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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，四哥，救我，老师救我，老师，救我。啥也不是，不给好吃的了，不给好吃的了，行不行？咬嘴唇了，三，一，二。
给你干嘛？老四，请进。四哥，请进楼。四哥，请进楼。有请我们下一位选手。四哥，请进楼。有请下一位选手，闪亮登场。老四咋这么？你说老四咋这么拉？行了，别吵吵。看抚宁什么反应啊？抚宁哥，抚宁来，抚宁哥，抚宁来，抚宁，抚宁坐下，抚宁坐下。你不婶，你拍一，抚宁来坐好了，抚宁，抚宁坐起来，你拍一，抚宁你拍坐起来。福妞，福妞，你玩游戏不？这个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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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福妞，这个啥？这个啥？你看你都自己玩去了，你看自己，你想把我气死啊！一点没把我放在事儿放在心上啊，啊！一点没把我放在心上啊，家人们，啊！腐妞啊，完全没把我当成个人呢，完全没把我当人看呢，啊！直接离开现场了，直接去找吃的去了，老人这是白心疼你了，腐妞，啊！老爷子是白心疼你了啊！看来呀，家人们，这个游戏不能总玩，老铁们，这个游戏真不能总玩。如果有一天真出问题了，家人们，如果有一天，家人们，真要是我要晕倒了，这帮狗蛋能有几个管我呢？啊？是不是？真有人晕倒的情况下，有几个狗蛋能管我呢？是不是不能总玩啊？不能总玩这游戏了啊！给腐牛蛋的一个奖励吃，来插里边去了，够吧？只有16 ，7能管，费劲呢，能写也是费劲呢。看来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我媳妇身上，我亲爱的媳妇，我媳妇蛋子身上了，别的狗蛋子是不可能救我了，啊！吃饭了啊，家人们，该是把他们都放出来，都把他们都放出来，都玩去了，那指定都玩去了，自己玩自己的了。因为总玩，总玩，总这么整，总这么整吧，家人就跟来狼来的一样，就跟狼来的小骗小孩骗人一样，知道吧？你一次二次。啊，3次4次就不听你的了，知道吧？他就感觉就是玩戏，就是玩呢，知道吧？大米没有了，大米过两天能有，家人们啊，咱家大米的话过两天能有啊。
想拍大米的话，过两天能在咱家拍。咱家东北黑木耳啊，家们，木耳是23.9元180克，55一斤，家们，55一斤。想吃东北黑木耳的啊，咱家的木耳呢可以清肺润肺啊，家们，木耳可以补铁、清肺润肺啊，可以多吃点木耳，大老少皆宜啊，家们啊。好了，该吃饭了。哎呀，两个多月拉不拉的一直咳嗽，是不是感冒了发烧了，你带他检查去看一下子，或者由于是不是嗓子里边卡东西了都有可能啊，嗓子卡东西了，感冒了或者发烧了，你试试去啊，去检查一下子，两个月小狗最容易得病了啊，家人们，小狗得病那都是，哎呦我操，腐牛真厉害，看着吗？看不着？看着吗？腐牛厉不厉害？啊，看不着腐牛厉不厉害？啊？甜不甜玉米？黏吗？我要老一点的，有嚼劲的。没有，那不是，那咱家这个不是，啊？有嚼劲的话，咱家这个不行，老铁们，因为咱家这个是就是糯玉米，啊，老有嚼劲的话，你得买那个老苞米，啊。咱这糯玉米啊，甜啊，有想买玉米的话，在第3号链接东北黏玉米，第3号链接拍一发8磅，只需29.9元，真空包装的啊，家人们，咱这黏玉米是真空包装的啊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1、2、3、4、5，来开饭，开饭。吃饭了啊，吃饭了，欢迎大家伙。有没有那种的老苞米？没有老苞米，谁卖老苞米啊？老苞米没人买呀，磨牙呀，磨牙棒啊，买苞米。老铁，你买老苞米有啥用啊？老苞米不爱消化呀，那苞米。来，过来三个人，小明啊，三个人。你们几个不听话是不是？啊！另给一个来，接着一个来，好的，老四，啊，小龙来。哎呦，好，过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老三来，老四坐好了。老四，老张坐中间啊，好。走，三个，嗯，徐亮，啊，能，哎呀，一人一小盆儿吧，昨天晚上都给就给多了，昨天晚上也给多了，一人一小盆儿吧，别给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总让他不爱吃饭了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一人一小盆儿。腐牛啊，你不吃了？你说腐牛。
他带着他中午吃啊，老铁啊，中午吃饭。虎妞现在适合一天吃一顿啊，他中午吃。就是孕吐呀，也没见着他孕吐啊，他就是吃饭了了的，现在没有原先食欲好了。啊，可能孕妇都不愿意吃饭，有可能，估计胃里不舒服要生了。这才怀孕多长时间呢？虎妞这虎妞才怀孕20来天，还不到半个月，20多天，上哪儿生去？嗯，家们又想买纸抽的啊，我给你们推荐一个纸抽吧，这个叫直户的纸抽，挺好的，老铁们啊。咱直播间好吗？可以拍拍一题这个啊，一共是29.9，给大家发几题？4题啊，家人们啊，看不着？这纸抽特别好啊，介绍一款纸抽啊，老铁们，纸抽特别好，就这么挂着的啊，这叫气垫挂抽，啊，家人们，气垫挂抽，一共是100，就是它是几层，家人们，这个直户的纸抽吧，家人们啊，它是一个4层的。它是一个4层的，特别结实，家人们啊！有想买这个纸抽的好不好？你们可以试一下子啊！你们看着吗？哎，中间这块有水，说家人们啊！你看家人们，这纸抽特别结实啊！嗯，结实到什么程度呢，老铁们啊？你看。你看什么是纸抽？兄弟们，不像是别的纸抽，一点就碎了。你看，家人们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就当鼓一样敲。你看，你看，家人们，是不是4层纸抽？啊，29.9，给大伙发4题，是不是家人们多带劲？挂在卫生间后边啊，挂在家里的墙上，哎。用起来非常方便啊，挂在洗手池的旁边，说家们卫生间的后边都可以用啊，一张是4抽，一张是4层啊，家们一共是多少张，这里头1280张，1280除以4，一共是320张，家们啊，就是你那么这属于一张啊，能抽320张啊，只需29.9。给大伙发4题啊，直户品牌的这个纸抽啊，它的颗数是多少，家吧啊，它大小是155×175 17.5厘米×15.5厘米啊，一共是320抽啊，320抽，想拍的家们你们可以拍一个啊，这个挺好的啊，挺好的家们啊，日期都是好日期，你看8月份生产的日期，同学们啊，挂起来非常方便，300多抽，你说买啥去？同学们啊，才29.9，啊，29.9，一共是4题，家人们啊，虎妞不想吃狗粮了，给吃人点人吃的吧，光卖货也不管，给吃点人吃的东西。哎呦，怎么没了呢？你给他吃啥？吃人吃的东西，那么虎妞一天白天2顿饭，老铁们啊，他晚上这顿饭不太也愿意喜欢吃啊，他即使他这顿没吃，他白天还有一顿呢，知道吧？他不想吃，咱不能强喂，他肯定是不舒服，老铁，知道吧？啊，虎妞什么性格的狗你们都知道，他是见吃的就走不动道那伙的，明白吗？虎妞指定是。他吃一顿饭就够了，晚上这顿饭可能没有食欲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你他明明不太胃口不太好，你非得给他吃好的，家人们反倒是家人们增加他的胃肠胃负担，他反倒是愿意吐，知道吧？毕竟虎妞现在是怀孕期，啊，俺家白天吃着就行，俺家虎妞就是吃见东西走不动道那伙儿，知道家们啊，他有吃的不可能不吃，不吃有原因，老铁们知道吧？啊，我还再给添点儿，
不够了，三不够了，不够了，不够再给添点，来，我再给添点了。嗯，啊，再添一份啊，我再给加一份行吗？我再给加一份啊，最多咱们就加三份，加三份行吗？没吃饱是不是？啊，最多加三份吃吧。啊，我看粉蒸单独吃不吃啊？狗粮有活动吗？大袋狗粮的话，现在是195啊，195一袋。你看你拿着它也不太食欲不太好，它不太喜欢吃，兄弟们，啊，它这两天怀孕不得劲儿，啊，从来没见过虎妞这样式的，是不是家们？从来没见过虎妞这样式的吧？一次都没有过，对不对？我也没见过。俺家虎妞原先都老喜欢吃了，知道吧？好了，咱不能叫唤了，咱听话啊，不能叫唤了啊。哎，你没发现吗？我不在这屋，他们不带叫唤的。我不在这屋，他们不带叫唤的。我一上这屋来，他们就叫唤。不想吃狗粮了。好了，塞吧，啊。你叫的我脑瓜真疼啊，家人们，塞文的。想买纸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家里头没有缺纸抽的好朋友们可以拍单这个啊，29.9发四题啊，29.9发四题，多好啊，这纸抽老铁们啊！你三兄弟直播间是整的吧，家人们？啊，我直播间卖人东西，卖人用的东西，就出单量就特别少啊，我卖狗的东西，就买的人就多。明白了吗，家人们？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因为三兄弟总卖东西，总卖宠物用品，总卖宠物用品，总卖那个东西的事儿？待会儿又买人东西的就少啊！直户气垫纸抽啊，他那天还吃馒头，那天是那天呢，姐啊，29.9，家人们，你不能给他吃人吃的东西啊，家人们，我看有没有馒头了啊？四题啊，家人们，29.9四题。那天粉丝能吃，他现在吃馒头吗？吃馒头行啊，老铁们，吃别的东西别给他吃了，啊，吃点馒头行。其实他妈吃馒头吧，他就是好奇。啊，他就是好奇，你说这火山猫脑完之后到现在没好呢。嗯，我也没有馒头，那馒头是没有馒头，没有馒头，那里没馒头。不能啥都给他吃，我天，知道吗？腐牛都没吃过，就比如说油饼，这饼就不能给他吃，他都没吃过这个东西。嗯。没必要给他吃，没事儿，腐牛一天吃两顿饭呢。啊，包子脑袋吗？小猫大的脑袋，小猫大的脑袋，没事儿，家人们啊。在腐牛现在长得胖，家人们，腐牛现在长得胖，他没有食欲的话，白天吃一顿就行。啊。人吃用的货品适量多准备一些。你就说吧，家们，你就腐妞吧。我给他吃多了，我怕腐牛太胖了。人家大夫说适合给腐牛减减肥，咱也都不知道怎么减肥。因为狗夜里都不睡觉吗？对呀、啊，狗夜里都不睡觉啊。他们其实晚上都不睡觉。狗跟人不一样，狗白天啊白天睡觉啊、嗯，狗狗晚上基本就是不睡觉。
他们夜里非常敏感啊，夜里非常敏感啊，白天就是特别安静，白天睡觉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家的狗，家人们，你们家的狗就是大家伙，你们家里养的狗，它为什么？你们知道它为什么晚上睡觉吗？啊？因为你给它关起来了，你没人跟它玩啊，它也不是在户外，知道吧？如果这个狗在户外里头，在院子里头，家人们，这个狗肯定晚上不睡觉，你信不信，家人们？就是你们家如果有大院的话，你把狗放院里头的话，狗晚上肯定就是一听点动静它就叫唤，警惕性非常高。因为夜间嘛特别安静，有点动静，有点动静它都能听进去，知道吧？有点动静它就叫唤啊，或者是有警惕的呜呜，知道吧？晚上的时候警惕性特别高啊，晚上都关笼子，都关笼子家了，不关笼子的话它们愿意叫唤，不关笼子的话它们愿意叫唤。就是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这帮狗没关笼子嘛，有点动静的话就一个叫，第二个就跟着一块叫，有两个叫的话全体都叫，受不了。晚上必须关笼子，晚上关笼子里边狗也能，他们也能踏实一点，知道吧？啊，你要不关笼子的话那就叫唤了，一个挨一个的全叫唤。有点动静，就比如说猫动弹了啊，或者是楼下过去摩托车啊，或者是谁家楼下有人说话的啊，这狗就在上面呜呜。楼下有说话的呀，上面呜呜。啊，楼下过个车，已经打车的从这路过，是不是下车了唠嗑的，他们就叫唤。都得关笼子里头。行了家们啊，今天晚上咱们直播就到这儿了，老铁们，今天晚上咱直播到这儿了啊，咱们明天见吧。好吧家们，明天见吧啊。在缘分过海，你不再问，把动真心期待，微微红尘我受伤。嗯，小明他干啥呢？小明，嗯，小明，但你是后脚打滑吗？你，嗯，后脚打滑，地太滑了。唱歌唱啥歌啊，家人？唱啥歌？不知道唱啥歌呢？唱一首《十年》吧，来首《十年》吧，家人，行不行？老歌《十年》怎么唱来着？是你受伤的借口，请你回头，你会记得我。行了，家人们啊，咱们明天见，老铁们啊，感谢大家，家人们再见啊，谢谢家人们，拜拜，走，拜拜。不是，不是老爷吧？这绝对是声音，老爷的声音不是这样的。